对于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这个毒株变异的这个流行情况，我们也是高度重视，持续进行监测当中。从现在来看，本市在社会人群的新型冠状病毒的这个变异株的监测工作当中，暂时还未发现 XBB BQ.1 这个新冠病毒变异株的这个流行。现阶段我市社会面的这个毒株仍然以 BF.7 和 BA.5 亚分支的 BA.52 为绝对的优势毒株。